台湾哈是一个海岛国家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说我们的粮食自给力的话，那未来假设又像早期的能源危机或者说战争，我们的现有这座岛屿里面是没有办法足够提供我们自给自足的粮食，这个是应该是国安的问题，而不只是农地污染的问题。